中方一贯认为，任何国家间的防务合作都不应针对其他特定国家，都不应损害地区和平稳定。中方在南海的有关活动合理合法，无可非议，反而是个别域外国家频繁派遣舰机到南海炫耀武力，拉拢盟友搞针对中方的小圈子，甚至拿触发所谓共同防御条约威胁胁迫中方，这是不负责任的，也是极为危险的。南海是地区国家的共同家园，我们一贯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妥善处理分歧，坚决反对外部势力介入，坚决反对挑衅滋事，制造地区紧张局势。近段时间以来，菲方一方面拉拢域外势力介入，侵闯中国南沙群岛有关岛礁，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，炒作所谓中方以大欺小，伪装成受害者，四处碰瓷儿卖惨，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解决南海问题要讲道理，而不是比大小。中方从不以大欺小，但也绝不会任凭菲方无理取闹。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问题上，中国军队一向说到做到。